来买 Randy Stoners， 就是想要在动物方程式啊，还是在那个钢铁人里面会看到的那个甜甜圈牌子。听我们的包车司机姐姐说，这是韩国的第一家 Randy Stoners， 以前刚开的时候就是很多人，然后他门口就可以直接看大海，然后还有造景可以拍照，我觉得好像蛮赞的哦。嗨，大家。给你们看一下济州岛的海，很美吗？原味的吧，其实是原味的吗？是原味啊，是。它怎么比例就是一个手指那样子那样搭？对，这样会被光吗？好像还好。棉花糖没有烤到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要烤棉花糖。嗯，它没有，就是一般的棉花糖。看，我觉得，啊、它是里面是软的那种的，我觉得。它的传统甜甜圈比较好吃，有试试看，有试试看。好啊，很软哎、欸，很软很软。可是你看我，你看我手这样会凹下去，嗯，太软。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吃有 Q 感那种的。钢铁人为什么喜欢吃？只是，可美国人喜欢那种很甜甜圈吗？哦，我不好那个食物喜欢吃很甜的人，然后我觉得哦，好像甜甜圈还好，对。我觉得可以值得讲，就是它的，这吃很丑哎、欸，就是这个里面真的很软，就是我一捏它就真的要，就是它真的要扁的那种。新鲜，所以它的汤是重的味道吗？对，然后它可以选辣的，它鲍鱼还会动，但他说要煮熟才能吃。有鲍鱼、贝壳、蛋菜，还有虾，还有花枝吧。吃饱饭后，我们来手做橘子派跟红萝卜棒蛋糕。这家很特别的是，你需要自己去田里摘采你需要的材料，才可以完成你的作品。这样子看我一下。三个，再一二三，对，看我，一二三，你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哎哎，那些，哇，好多土。还在米那。我自己扒到了。你在摘了吗？我
再摘，他要摘，你要摘吗？没关系，你摘。哇，这个超远的。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可以。我觉得他们整个，因为我是非常，我虽然平常在有时候在家的时候会烘焙一下，可是就是遇到这种比较高难度，我要重新再做了，哦，好难好难。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平常没有在做甜点的话，也真的没关系，新手友善啦。对，然后那因为那边的很多老师，就光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梯好像只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有三个小帮手，三四五，对，就有小三个小帮手来帮我们。哎，我跟你讲超级扯，就我的那个什么。橘子不是不够，然后他直接从旁边拿那个什么，人家摆设的，给他让他放上去。对，接下来我们来到一个包车司机姐姐推荐的景点，它是在彩虹公路旁边的登山步道，来回大约一个小时，爬到最高的地方可以看海、看飞机、看山，觉得非常值得。我觉得过步好像它因为有语言的关系，它看起来很远，但其实很近，那个海很漂亮。你们看，它捡的小垃圾，哎、欸，它很漂亮哎、欸。这个认为台湾的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你会被抓走。哦，好吧，它是植物哎、欸。它算植物，它已经干掉了、欸，像果干一样啊。不行吧？这样我就这样捡出来会被骂。它有种子吧？会被骂。你干嘛尝试？你们看。这边是海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好。好累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但感觉快到了。这个树。啊，看好漂亮！哎，你们看。然后那边是市区，你们应该看不到。啊。要死不好，这边应该是机场跟市区，然后这边就是大海，很漂亮哎，大概不用走，你就大概十分钟就有这么漂亮的景，了不起。同学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他第一天才买的帆布袋就丢在第一个拍照点，好像每次都是第二个，每次都是第用第二天就坏，就不见了。
还要奔跑去找他的袋子。摄影机要跟着跑啊！啊啊！摄影组那么辛苦啊！摄影组那么辛苦的，摔死了。怎么他跑起来的？他跑起来，你看那个海那么漂亮，他在干嘛？找帆布袋，要疯掉了！我站在这，我好像。恭喜，有惊无险 again！ 谢谢。我们来吃火山披萨。他店的装潢真的很可爱。小小的 mini board 手台，然后两张床，一个柜子，外面就是，哎呦，好，这是海景房，难怪人家说可以不用订海景，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剩两张床的，就已经没有市景房了。哎，是海景哦，好好笑哦。对啊，先 tour 一下厕所，该有的都有。小小的 ，OK。哇，大家，我们回来了。嗨，我们今天是早上从神话，然后玩西边还是怎么样？西边回到市区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去了9:81，买了 Randy's Donuts， 还有吃牙月益的海鲜拉面，做橘子派跟红萝卜蛋糕，最后回到市区逛。树木园也是，然后我们还有去吃那个火山披萨啊，然后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小景点，它是一个小小的山，但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在那个那什么彩虹公路附近，嗯，那它就是爬上去之后可以看到海啊、机场啊、市区这样，还蛮漂亮的，而且对，爬不用爬很久，大概10分钟而已，而且景色非常好，就是可是我觉得是要就是天空漂亮的情况，对它的那个能见度会降比较高，而且就是没有什么观光客。全部都是韩国人，啊、对对对，有点年纪的也 OK， 对对，那就是我觉得是蛮好爬的，就是它是一些有一些楼梯，可是步道居多了，对对对对 对、嗯、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你最喜欢哪一个点？我最喜欢哈，我觉得那9:81跟就是橘子园，我其实都很喜欢啊，因为9:81我觉得是它整个就是园区规划的很完善，它很。它整个用的很科技感，然后 有一些地方又很就是美式 对, 对, 对美式复古，嗯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它整个就是我觉得它整个氛围感用的很好，嗯。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我们在开赛车的时候，他也同步帮你用 GoPro 录影，好难念呢、嗯。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哦，那个体验感真的是很好，然后还有帮你排名啊，然后还有他影片还有帮你用 highlight。就是他在用一个影片之类的，反正是很及时的传到你的手机，对，整个体验流程很顺畅。嗯，真的真的、嗯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买的门票是有送一个小时的室内，然后我觉得碰碰车也超级好玩的。嗯，对。然后他所有都是用他们有个就是 IC 的感应卡，他就直接手环，对对对，他直接感应笔就好，对，然后他也不会说那种像是什么lag 之类，他完全不会，他就是很及时的那就是调整那个你的分数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那个还有譬如说就是各种运动都有，像是譬如说马术啊，然后譬如说射箭啊、嗯、然后什么足球，就是 VR 的游戏，对的，全部都有，然后实景可以就是不同的运动都在那个
地方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九点八一它这个园区，我觉得可能可以，我就喜欢玩赛车的感觉，可以用我们那个方案。哦，对，我要教大家怎么买那个九点八一，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提供的就是教大家怎么买的，其实没有很完善，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其实有点搞不太清楚他在做什么。我举比如说 KKday 为例好了，因为好像其实每一个 app 就是 Klook 啊、易游网，其实卖的东西差不多，然后方案也都一样，所以我随便拿一个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它第一个叫做全包套餐，不知道放在之类的某一个地方，请你把我脸挡住。全包套餐是1192，那它的话，我们看它里面会有。赛车可以玩三次，然后 Sports Lab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，就是骑马啊、滑雪啊、射箭之类的，可以玩两次。对对对，然后一次的碰碰车，一次的求生游戏，跟一次的那个荡秋千，这样就是一次数为计的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不限时间，一整天就是你可以预约你想要的时间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方案呢，叫做 Race and Play， 它的话只有早上9点这个地方。这个时间有卖，那它的话就是一个小时的赛车跟一个小时的室内游戏，那室内游戏就包含了刚刚讲的碰碰车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射击、对运动相关的，它是相加一个小时这样子，所以一共就是两个小时。那这个方案跟刚刚不一样的话，它是计时，它不是计次数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可以无限玩这样子。那它是从早上九点开始，它的计时就是从早上九点开始计，先计赛车一个小时，之后再计室内游戏一个小时。没错没错，所以不是说你进场之后才开始计，所以会建议如果有买这个的，可以提早，比如说8:50啊，或者8:30就先。对，我觉得要，因为它还要置物柜啊，对对对，还要看说明书，对，还有那个 app， 然后对还要绑你的手环什么的，有一些搭配，那些都是需要时间。对，所以会建议8:45以前就先到，这样才有完整的一个小时。然后它的赛车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星期天，然后我们又比较晚才进去。所以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是玩，就是大家因为它有三个赛道，大家其实都是玩1、2、3这样子，就是按照顺序的。对，所以我想说，是不是可以教大家，就是可能是从2、3，你们可以挑人没那么多先去玩，对对对，不用按照它的顺序，因为其实每一个赛道其实差不了太多，都是独立的啦。对，一跟二还蛮类似，都是从后面拍你的画面，那三的话是从正面拍，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其实赛道都差不多，没错。对，然后他好像是14岁以上就可以独立驾驶。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喜欢就是那个橘子。嗯，对，而且我喜欢橘子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也是规划很不错哎。对，然后它流程也算蛮顺的。对，流程很顺利，然后我觉得那些老师都很愿意提供我们协助。对，然后而且它的跟一般台湾自己做蛋糕那种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他会带你去拔橘子、拔萝卜。跟摘橘子，他带你去拔萝卜跟摘橘子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会用到的什么迷迭香啊、薄荷都自己去剪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蛮适合都市小孩的体验。对对，然后还那个面粉是会放到一个磨面粉的，超级酷！哎，我有拍，我有拍，对，对，就是会让你自己磨那个面粉，就体验感其实蛮多的，很丰富了。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没有看过人家就是磨那个豆子磨麦，对对 对, 對，我觉得超级酷的，就是很适合，对，就没有看过这些人，就是傣巴怂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去玩玩看。对，那你觉得今天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？我觉得海鲜面很好吃，海鲜面就是它的料很多，它有哦超多的，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超级划算的，啊，因为它是两个虾，两个大虾，那个虾都是超级 Q， 蛮甜的，蛮甜的，然后那个两个花枝，然后一个生鲍鱼，就是上桌还会动的那种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还有两个那种扇贝，然后还有十几个，快20个蛋菜，蛋菜我都就一口就是三个蛋菜，三个那样子。对，然后配那种很 Q 的拉面，只是它的不会辣汤头，我们觉得还是有一点点。可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吃，我完全不吃啊，就连那种参考就好。对，就是我是连胡椒都不吃，所以就是这个比这个，可能大家再斟酌一下啦。对对对对，那我们明天就会走东岸，走东岸我们就是去史努比乐园、水族馆。滑索，然后我们会去一个亚洲最大的星巴克，是最新的景点。没错，没错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